在迎香的上端就是上迎香，啊，也是治疗鼻塞不通的，就直线上去就上迎香啊。那这个地方除了能够治疗鼻塞之外，鼻塞还可以治疗鼻子上面长青春痘，所以这边你可以按摩。所以感觉到鼻子不通的话，你可以按迎香旋转式，然后旋转，然后在上面再旋转，或者是确住迎香，然后再确住上迎香啊，就这两个穴位。